好，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的这一题啦，它2 power x 等于3 power x 的时候，它的 power 一样哦，所以2等于 3， 这是不对的吗？2不等于3吗？所以这一题它只有一种情况之下可能为了，就是它的那个 x 等于0哦。 OK， so 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这一个我就用 x ln 2等于 x ln 3，然后 x ln 2减 x ln 3等于0， x 抽出来 ln 2减 ln 3等于0。我 ln 2减 ln 3不等于0，我们知道ln 2减 ln 3不等于0，所以我只有 x 等于0而已。这样我的2 power 0是什么？1。我3 power 0是什么？1。所以我的 x 等于0的时候，它就会是等于这样了。好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是用 log 啊，但是我的计算机里面按 log 麻烦，所以我都用 ln。ln 是什么？我们在后面的环节会找到，然后我们课程里面有 ln， 所以是可以用 ln 的。所以在这边我们 ln both side， 你 ln both side 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左边这个 ln 它，右边这个 ln 它，你把它的 power 丢去前面，所以我就 x 减一 ln 五等于 x ln 六，所以我就 x ln 五减 ln 五等于 x ln 六，我把我的这个搬去后面，这个搬去前面，这个搬去后面，所以我就 x ln 五减 x ln 六等于 ln 五，所以我把 x 抽出来，我就 ln 五减 ln 六等于 ln 五，所以我的 x 呢会是等于 ln 五除 ln 五减 ln 六，所以我在这一边。我就有 ln 五，然后记得一定要关它的括弧啊，没有会 max error 啊。ln 五减 ln 六，这样好，所以在这边我就可以拿到它的答案，会是等于这一个是 -8.827。好，所以这一题我们也是同样的。So 我 ln both side， 我左边 ln 它，右边 ln 它，然后我就 2x 加3 ln 7等于 x ln 31，所以我就 2x ln 7加3 ln 7等于 x ln 31。然后好，在这一边我把我这个搬去后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三个 term， 我不要有两个减，我三个 term 我给它一个减罢了，两个减我觉得太多了，所以3 ln 7等于 x ln 31减 2x ln 7，我把 x 抽出来，它会变成 ln 31减2 ln 7等于3 ln 7，所以我的 x 呢会是3 ln 7整个东西除 ln 31减2 ln 7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3 ln 7，然后ln 31减2 ln 7，然后拿到的是 -12， 所以它答案是 -12.75。 OK， 好，这一题我们也可以 ln both side， 但是这一题 ln both side 它就会变得很复杂。 OK， 好，我先做 ln both side 的做法给大家看先。OK， 甚至是我这一题我用 log both side 就好像比较简单。log both side，log both side，so 我 log both side 为什么我用 log both side 会比较简单呢？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这一个 x log 2
减加 x 减一 log 三等于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log 十等于一啊，在这一边 log 十它会是等于一啊，然后好，然后在这边我就 x log 二加 x log 三减 log 三等于一，然后 x 抽出来 log 二加 log 三等于一加 log 三，所有的 x 等于一加 log 三，整个除 log 二加 log 三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一加log 三，然后下面是 log 二加 log 三，然后我拿到的是 1.898，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 1.898。 然后可是呢，好，这一边呢有另外一招比较厉害的做法是这样，2 power x 乘3 power x 除3 power 1。 OK，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知道3 power x 除3 power 1等于3 power x 减1，所以我们平时是这样做过来，现在这样拆开，然后这个等于10，然后我的这个会变成6 power x 等于30。 OK， 为什么它是6 power x 等于30呢？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把3整过去，它就会变成30，然后我的2 power x 乘3 power x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了2乘3的 power x， 也就是6 power x。So， 我6 power x 等于30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种做法。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做法是这样的，最喜欢的做法就是 x ln 6等于 ln 30， 然后 x 等于 ln 30除 ln 6。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这个 ln 30 over ln 6，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个。但是我有学生呢，他就更加厉害，厉害偷懒，他把这个 x 踢下去，所以他就直接拿到他的这个 x 等于 log 6 30，所以他在这边，他这个是 log 6 30，然后他也拿到同样的答案。OK， 但是事实上呢，以前呢，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log，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变成 log 30 per log 6。 然后这一个我不喜欢用 log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计算机按 log 比较麻烦， OK， 比较起我按 ln 的情况之下麻烦， OK， 所以它拿到的答案都还是一样，全部的答案都会是一样， OK。 如果你会的情况之下哦，你用这个 chocolate 色的方法，你这个变了，然后这样了，直接过去四行就拿到答案了。